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关心谁？会关心谁？谁会关心谁？哎，木兰，你不吃饭，你不睡觉啊？啊，木兰。琪琪哥点歌啥的，再有就抽奖点歌吧，你唱歌可能运气更好点。那没有吧，花大哥那个没有那啥呀？上午中午的时候跟你说话你都没听着啊，没听见是吧？快山灯哥哦，山灯哥哥有一说。欢迎嘎哥啊，谢嘎哥。咱直播间吗？交烟费的，谢我跟班哥，感谢跟班哥，谢谢跟班哥。你说关上灯，依然独自享受寂寞，闭上眼，却感到他嘲笑我失落。你说我们不适合，你说分了更好过，要我如何不会难过？你说没有你陪着我，变得失魂落魄。我的快乐遗失在你转身那一刻。我想说的话很多，我们之间的承诺，永远一起你遗忘了你说。谢谢干妈哥。欢迎怪兽哥啊，欢迎怪兽哥。你又怎么卖的？不知道啊，加微信就行了。你不是我做的，谢个曼哥。加微信就行了。欢迎千谋哥啊。你说关上灯，依然独自享受寂寞，闭上眼睛，却看到他嘲笑我失落。你说我们不适合，你说分了更好过，我如何不会难过？你说没有你陪着我，变得失魂落魄。我的快乐遗失在你转身那一刻。我想说的话很多，我们之间的承诺，永远一起你忘了吗？你说好，懂了。另外哥，战友哥，永远都爱战友啊。你说关上灯，依然独自承受寂寞。我的快乐，却看到他嘲笑我失落。你说我们不适合，你说分了更好过，又若如何不会忘了？你说没有你陪，没有。
们之间的承诺，永远一起，你忘了吗？你说。感谢战友哥，感谢战友哥。你看这样，哎呀，咱直播间要都像战友哥一样就好了。你看自己家那个主播跟那个战友、这个好朋友之间就差那一丢丢，那我都不生气，对吧？我也不会吃醋，怎么会生战友气呢？是在哪个醋呢？对吧？所有的人都像就像那个战友哥一样，哎呦，我都不挑理的，插不上上下，是不是？多十块钱一个，试试。那一天的开心死了，开心死了，下来干嘛去？你是九点半点名吗？九点半点名吗？看电影？你看，我一猜都不是点名。你要是点名的话，那大嘴巴子呼死你。组织看电影啊？部队还有组织看电影呢？啊，现在还有组织看电影的？等一下，咱俩我先来，下吧，去吧啊！小飞飞，下吧，去吧啊！战友哥，啊，欢迎所有的兄弟姐妹们，谢谢小飞飞。台风这个山竹啊，我跟大家说，山竹太厉害了，太危险了。哟，好几天没，小心黑。应该没有广东啊，咱直播间不是有广东的也得，有广东的也不能上网了，停电停水的是吧？你很危险，那谁说的？我又不出房间，我在床底下趴着，假的。你看看，瞧瞧这里面有这么多樱花，你看去啊！你给我攒点，不就是199朵了吗？你看，再瞎叭叭，那给你安排了。要脸，还红码呢？我看到了那个，就是发的，那个楼啊，在晃，楼在晃，哇，里面的人那怎么受得了？怎么可能？而且幅度挺大的，幅度挺大的，在里面的那些那个百姓应该都得冲下来了，应该都得下楼了，真的。那房子也可住不了，真住不了，太吓人。女儿纸，我点点给跪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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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地铁站里，这几年，大家发现没？这几年天灾挺多的，所以大家都那个，哎呀，人类嘛，我觉得人类，多做做好事儿，对吧？多做做好事儿吧，就像咱们人类吃的东西。你要吃青菜吧，还得吃点肉，肉就是动物。哪个动物也，哎呀，
想一想，哦，还人类啊，人祸更多。嗯，咱们人类嘛，就是，人类吃动物就可以，动物吃人那就得被杀，对吧？动物吃吃耗子以后，嗯。意思然后在人类都做的好事儿，可能就不会有什么，哎呀，这么多的啊。哎，想让人类统治了这个地球嘛，对吧？如果是动物统治的话，那咱们就跟那个他餐桌上的食物一样了，没有选择的权利啊，对吧？然后那个咱们当食物的时候就得诅咒这些动物，哼，等我们人类翻身的时候一定把你们全给突突了，嗯，成天吃我们，哼，杀我们，对不对？嗯，人类都做的好事都有那稍微有，对，给我送礼物，送个礼物的，还有那个，嗯，都觉得我比较好的，肯定都长寿，长寿，都有钱，都发财。嗯，动物种类太多，对啊，就是，种类太多了，人类，就两种，男人和女人。嗯，那时候还比这个有意思。社会在变，什么都在变，对吧？就是不用比啥呀，对不对？几年前什么跟现在，咱现在能比吗？比不了，对吧？这还有人妖那不是那个自然生长的，那就是男人和女人，故意去自己弄的，可能就出现个人妖，对吧？人类就不要作，作的多了就会有天灾，是不是？你让他同时会怎样？那小龙虾的话，遇到人，然后就开炸炸炸炸炸炸，人都给炸断了，炸炸炸炸炸炸炸，因为天生有得那种，那就是异类了，那就异类了，对吧？哟，雨仙呀哈，现在有时间上 YY 了啊。雨仙前段时间结婚，哎，现在咋样啊？多少斤了吧？你就说呵呵多少斤了啊？何雨仙老样子，哟。是吗？你呀，还老样子，就是我觉得你应该胖啊，应该胖了，不胖不好，真的。不是你老样子的话，谁虐待你了？你老公虐待你了是不是？是不是你老公虐待你？动得挺快呀，现在干嘛？你不快点儿？这还有媳妇儿啊？单着多多，对不对？你不快点儿，啥都剩不下了，啥都剩不下了，动得挺快一点，对。欢迎剁手哥啊，不然又没了。你看，慢慢，你看雨欣来直播间的时候，我直播是不是第二年，因为对吧？因为我记得他也很早很早了，
然后我天哪，对吧，你看我记得挺清楚，当时有点像小孩儿，我觉得特别特别像小孩儿。现在几年了，你看三四年孩儿妈了，对不对？马上就孩儿妈了，哎，感慨呀、啊！真的，以前真觉得那个雨欣跟小孩一样，就而且还婴儿肥，然后说话也跟小孩一样。哎呀，我老了，真的我老了。那你在哈尔滨的吗？我老家不是，老家厦门的，厦门一个小城市，特别小。特别小的一个地方，老了是吧？哎，雨欣想说那个你不老，我就是我不老，然后你说顺带着也不老，这个意思没说你老啊，没说你老，正在找个对象，什么时候赐给我个对象啊？民政也不给我发呀，民政我要去了老多次了，也他妈不给我发。人80的马上奔四，对，你看马上奔四了。哎，方果果，谢果哥啊、哦、真的，然后喊你干妈白当必须的啊，必须的。下次去哈尔滨看你啊，你卡黄呗，听卡黄呗。在这里选一个，京生，我就选你了，怎么表示吧？来，坤哥啊，你答应是吧？你答应啊，都追到直播间了，答应啊，对不对？当，都追到直播间里了，我必须得当。追不着直播间当啊！欢迎有我哥啊！欢迎野方哥啊！啊，放心，野方哥，你刚上线吗？是刚上线就来看我来了，是不是？你想想，真老了，在这好，这话多开心！这一上线就来咱直播间了，然后其他时间咱在身体好，那去吧，然后下来咱微信去啊，微信聊，没啥事儿，你要无聊了就我直播的时候你就进来行啊，去吧。去吧，么么哒，来，去吧。蓝。一个个的从小孩到那个到谈恋爱，到结婚，到生孩子，那多快！你看你们小学，对。就对你说看飘雪的天，毫无声响的画面深深刻入了心田，哽咽着让悲伤沉淀，多想最后再看你一眼，真的好想说一声再见，还有一颗泪打中，一颗挂在了嘴边，成为
为我最后的纪念。我的唇碰不到我爱的人，你转身看不见我的心疼。谁把谁当了真，追到夜已深，抱紧的爱出东西还挺多的，比以前好多了。啊啦啦，感谢峰哥啊，远方就是朝阳。前途一片辉煌，阳光走在风雨后，阳光走在风雨后。哎呀，什么事儿？大家都不要灰心，不要对自己失去信心啊！这首歌送给大家，孟爷爷的话我就上了。谢远方哥，谢谢三大姨。人生路上甜苦，可惜有曾与你分担所有，三面曾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的抬头。水远多藏在避风
的港口，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但是你心中懂他的守候，在迷雾中让你看透。谢嘎哥。阳光总在风雨后，乌云上有晴空，珍惜所有的感动，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阳光总在风雨后，那请相信有彩虹，风风雨雨都接受，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谢谢大家果果，然后欢迎咱小周啊，欢迎小周。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愿与你分担所有。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的抬头。谁安藏躲在避风的港口，应有波涛汹涌的自由。便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在迷雾中让你看透。火箭什么都解了，桑秋鱼他解你这个禁言吧。光总在风雨后，乌云上有晴空，珍惜所有的感动，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风风雨雨都接受，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欢迎诗歌。阳光总在风雨后，乌云上有晴空，珍惜所有的感动，每一份希望在我手中。欢迎人心刚。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天下风风雨雨都接受，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欢迎四好友，还是那啥呢，欢迎 YY 新人哥啊，哎呀，还是乱斗呢，欢迎千万哥啊。天使我开号，你就说先好友还是乱斗，直接来呗，欢迎千万哥啊。欢迎千万哥啊。脸又不精彩，风
听得不明白，阳光有点坏，马路开始塞，你搭配的表情让我发呆。 Maybe 在乎的人就是活该，我难过说不出来，对你不理不睬，是否相信就能够不存在。也许再过一个礼拜丢几个星就还能补几个星，我一看这个我的天，五颗今天，嗯，要抽星星，你吗？嗯，你那多少钱？刚才一铺八百呢，怎么又少200啊？嗯，忽悠谁呢你？少一个火箭都不行吧？你呀、啊，还行，不行，火箭。今天讨价还价，那就开始吧。就一火箭了，本来说那个少点少点吧，哼，这么一看，建一个火箭完事，有什么问题解开啊？都给说有了，你有一下还八百呢，刚才还说八百呢，还是刚才说了个六百，说漏了吧？那一个火箭的这个价，自己看，没有火箭凑呗，其他号凑也行。嗯，好友还是乱斗，反正不带累积的啊。不再联系了，今天过了12点就重新算。啦啦啦啦，真的开心。嗯，啥我开不开心？你说有才开心的。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欢迎亮哥啊。
后时间遇上小哥的1414，感谢感谢，谢谢1414哥哥，感谢谢。不跟你讨价还价了，这菜市场啊，这怎么没见了？就是远方哥啊，还有那个千猫哥，你们都聊聊天呗。别看我们这几个人在公屏就神经兮兮的在抠着玩呢。欢迎亮哥啊！好，然后那个什么雨少哥啦，哦，多点点歌啥的，打打字啊。明没在，明没在。请一护哥啊，感谢护哥。雪花赶紧的，那墨迹呢？等我开好过来，等等什么呀？磨磨唧唧的，磨磨唧唧的。突然发现一件啥事儿？谁？年年呢？都打打字，来来来来。啥？谁呀？我呀？我给你发呀？没发呀？没发呀，不是我呀。看错人了吧？哎，小棒子啊，没有。算一连给我发微信了，我有我呢。哎呀，咋的了？人家发了，那你微信问他呗，微信问他呗，是没回你啊？咋的？年总发的。回来没？回来没？回来没？小花，快点！小花，快点！看呢？咋不看呢？我看，等着那个小花，快点！他急急眼呢，给我凑条件去了，给我凑条件去了，500能赢吗？能，必须能。能，马上马上马上啊！下来，你看下什么呀你？
别下别下，凑条件了这不是。嗯，挨揍了，人家要打不了字，你就用这个打就行了，好了吧？要那个好友还是那啥？我错打，好友还是乱斗？小花说吧，到就是那个到那个数量了，就给你全解了啊！我给你个号，行。你先这个，先用这个打字吧。好友还是乱斗？赶紧的，要直接点了。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还不吱声呢？不发言，我先给你文字信了啊！一会儿乱动的时候，你扔点，你扔几撇子几组66啊！乱动，回头发言了，乱动，点了，要打不了字，那号不用打字，你就用这个号打字就行了，那个号你就点礼物就行了。啊，这个现在乱斗就是比较慢，点着呢，马上出来，不着急。千木哥怎么啦？你看这老长时间了，哎呦，好了。碰了个王者，王者，你呀，就刚出来，那个画面刚出来，呀，一看先看王者，好久不见，我这好不容易这两天那个第一次乱斗啊，那个轻点，轻点啊，轻点轻点。那个、没有条件，我们家让啊，得好说歹说的那个，虽然我好干，我应该怎么说呢？稍微让让啊，那没事，不用说话，没事。行，那你先唱吧。咱就那个上吧，尽力上上吧。啊，经理上，我先，唱一小歌，尽量上啊。几连跪来着，小哥啊，送给梁之家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啊。山野间蓝的天，一空空无言，满山的红梅花。多娇艳，牵着你的小手，一起看蓝天，云朵变成你的笑脸。梅花它虽不及玫瑰的美艳，它却是山野中最强的花仙。你的冷傲像古梅，那样的干脆，想把你保护，把你陪。梅花浓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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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相识在寒冷的冬天。就算到海角，就算到天边，我们一起谱写着诗篇。梅花浓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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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相遇在梅开的山间。问心事何物，叫人心相连，我们一起携手到永远。你赶紧抽啊，赶紧抽，那妹子来，赶紧去卖吧。看吧，我都是没小二班，他们都不管我死活的。哎呀，不可能，你不管你死活能到王者吗？我这应急急进了白银呢。来吧，好，你们能不能动一下？我觉得好尴尬呀，好不容易连上一次大宝姐姐，能不能动动啊？你们丢死人了，我感觉。
这咋没有奇迹啊？没有奇迹，没有。谢谢小花了啊！谢谢妹子，妹子，我让我不行，真的，连跪好几把，好几把，不骗你。连跪的人遇上我都能有好运，我就是一个幸运天使，别人的幸运。其实我也是，我跟你这最近一段时间，我渴望别人了，就是只要那个特别是乱斗的时候，一看他说呀。你看宝，哎，你咔咔就砸我，咔咔就上了，哎呀，老猛了！我这有时候就那个100多票啦，就是十几块钱呢，他都能那个用那个，就是好几辆小飞机揍我。哎呀，太难了，太难了，真太难了。这把我还是那个硬逼着那个自己家一个人。然后说赶紧的，要不然哼就揍他。他咬咬牙上了这么多。然后平时都不给我上。上这么多。啊我们家你们就怎么就不能咬咬牙给我来点水调呢你们就啊。这不是打了很久啊。这也才今天的一共第三把匹配一共就才第三把就这条件了。欢迎金东哥卡了你们呢。你们呢都说说你们呢没电了是不是都在广州停电了啊去广州哪有几个那个广州的对不对就你们知不知道广州多吗嗯有少也有啊没办法他们就那样我只能给他们找找借口要不然我真的很生气哎呀现在反正现在广州的也上不了网了嗯，对吧？还有冒充广州的，广州冒充的，花是冒充、嗯、球。哎，大宝姐姐是哪里人啊？我黑龙江的。哦，你呢？黑龙江。嗯，我是四川的。四川的，哦，嗯，你看四川妹的，嗯，就是你本身皮肤好不？我本身的皮肤，嗯，没有视频这么白，可是脸上什么痘痘都没有，皮肤可以。哦没有视频那么白，不过、哦、挺好。对对对我就佩服四川的妹子啊，然后她重庆啊，吃辣椒吃那么辣，然后就不长痘痘。嗯、有些越辣才皮肤越好的那种啊，对对对，越好的那种，对对对。对，嗯、然后这可还而且还可水灵了那皮肤啊，我怎么吃的？四川吧，四川往往就是脸上痘痘多的，他还不吃辣椒。我吃辣，我吃辣椒。一吃辣椒就长痘痘，吃的越多痘痘越多，真的。我实现诺言了，什么诺言呢？你又给谁那个瞎许诺来着？你兑现诺言了，兑现诺言就是什么都没中啊。嗯，亮哥。啊、嗯！嗯，发誓，谢雷哥啊，感谢雷哥。千木哥刚才打点点点咋的了？然后打完点点点走了？怎么了？我刚才没说他。我没说啥话啊，是吧？答应过你，我答应我啥？你答应多了，你答应的多了，真的答应的多了。哎呦，我现在就看着办，那还可以再来一把，5000个行。行，嘿嘿嘿，嗯，对，就是。嗯嗯嗯。
然后火箭呢，没火箭你就凑吧。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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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凑快够了，凑你就醒醒。一比如说一千五的话，你只用700块钱，你就可以刷到1500。是不是啊？对不对？比如说，你看。比如说这帮小小科拿3颗星才2000而已，咱家自己家也怎么也得4颗吧，对不对？怎么也得4颗，给人2000，至少咱家也得2000多，是不是？到咱家来讲价来了，欺负自己家人啊。看到没？又不说话了，说呀，说呀，谢谢丽丽哥，谢丽丽哥啊，你抽吧，啊，这边是花鱼啊，都你抽，你都给你，都抽吧，哈哈，我去啥？要个乱斗还是怎么？还是好友？哦，我给那个，我觉得给姑娘发吧。丽丽哥，等一下，这也是票。我实话实说都有错，没错啊，哪有错啊？我说这话说的太够意思了。不是这个意思，你说你，哎呦我的天哪！请丽丽哥啊！哎呀，梅西不敢接了，他的王者了。啦啦啦！完了，要是给那谁，基本上又要丢颗星。还有一个，给姑娘发一下。大家有多少凑凑吧，凑凑吧啊！我在组织条件。我刚刚唱完。好，感谢绿哥，真仙儿。Q V Q， 真仙儿。哎，怎么是这个？已经黄金了，我已经掉到白银了啊！我已经掉到白银了。我昨天上黄金，高兴死我了！我天，昨天后来打野打上去的，大家后来打团战就是打上去了，可高兴了。我一般要到月底才能到黄金，这一次还稍微快一点。我希望再往上上一上，不要再上了。我也希望把这个白银上到黄金，上黄金的感觉太好了，真的。这个颜色就是所有颜色里面黄金最好看。就是真的，黄金是最好看的，我也觉得。对对，因为没有上过王者，所以只能一轮一轮黄金。对，因为我们都没上过王者。对，对啊，你看出不来，赶紧吧，有多少你就扔行了啊，有多少扔一扔吧，是吧？就这个啊，不是，我家没条件，没条件，你那是始终有实力。知道没有？真的没有，确实是，真的确实是，我都老那个一关了，咱俩 PK， 我就说绝对实力就是太有了，只不过你看我都没水了，咱俩这种，哎呦我天哪，我都组织老长时间了，你发完消息我就开始了，咱们得那个组织一波了啊！啊，感谢罗密欧与朱国也谢谢谢谢朱国也，别杀手小范啊，然后我唱一个，我唱一个，好，感谢奎天。先唱一个，大家都点点啊，都点点。
我一直喜欢你，我对你的一切好奇，你的笑容太温柔让我着迷不已，我想要听到的话语就是我愿意，来我的怀里让我抱紧你，你是我的每天日记，你是我爱的人，我最深爱的人，问我和你认真，想要打开你心门，这甜蜜的气氛，美丽似动人的星辰，我想要大声地告诉你，你是我爱的人，我最深爱的人，我真的很认真，人生有你才完整，我不是头发昏，只是不由自主的沉沦，我想要现在有你在的每个清晨。好，试试这姑娘来吧，来接麦。好吧，那我接麦，感谢毛毛虫小哥哥，还要感谢溜溜溜，还要感谢双月。对，毛毛虫小哥哥，这个礼物就是可以抽奖的，星星就是可以抽奖的。那我唱一首这个，这个吧。还要感谢聆听，还要感谢风雨。拍下了街边小馆特别的装潢，来记录喝着咖啡聊天晒太阳。拍下我和你看着夕阳的地方，为了留住你的眺望，捕捉到每一个瞬间都有话要讲，听照片说悄悄话靠在你肩膀，沙滩上每个脚印都还给海浪，卷走日光带不走团战，感谢感谢，谢谢感谢各位小哥哥们，我等一下再挨着感谢啊，等一下再挨着感谢，我以后还是就是等连麦连完了再写哦，不然好像不太好，这会儿还是跟宝儿说说话什么的。好，好，嘿嘿嘿，好，你看你，我就说吧，你都不用组织，就是就是挺不是挺，你看一下我今天的装扮，仙儿啊。对吧，露了个肩膀，然后大家就开心一些。要是我穿，要是我穿一个 T 恤的话，我跟你讲，我就不指不定能不能上个10000票呢。